对呀，可以选，先自己选角色，嗯，可以先自己选，可以先选，所以就你进去都没有技能呢、欸。啊，那就没差，那你就让他问号就好了。都不要有技能吧，我们反正我们大家自信场就不要都不要有技能、啊。嗯，好，好，很多角色、欸，那就随机好了，随便。哎、欸，那我要怎么把技能弄掉？欸、都不要技能清除，他有个清除。我刚刚抽到一个什么红色品质的，我要看一下。清除位置哦，他好像不能换回问号哎、欸。啊啊，有了有了有了。我大家都选女生、欸，我们一开始是不是只有两只角色可以用、啊？很多吧，没有后面也可以选，你要往旁边选。嗯啊，因为不是要扮演他妈打他、啊，他们选随机就好了。对啊，随机就好了，大家都随机的。哦，随机。好吧，好，好，等一下、哦，用随机吧。好，我这边怎么感觉怪怪的？我直播先弄一下哦，等我一下。好，好的。那小雨先可以帮忙讲解一下。等一下、哦，我要开一下我的那个，有记事小本本吗？没有，我的直播那个每次都要设定一下啊。噔、哦，我选择把画质调到最低，调到最高啦。不是啊，你知道这种游戏不就是调越高会看不到东西吗？就是要看不到才会有惊吓感啊。对啊，你把房间电灯关掉就好了吧。对啊。然后一直讲，然后把自己的调到 low。啊，把游戏里面的音效调到最大的。听音辨位啊，对。房间电灯关掉，然后再把那个萤幕发最大，哇。你大概是带着 VR 玩好了。哇，赞，赞。我不会做的太近了太近了好，那简单讲一下，反正这款游戏就是13号星期五，就是那个我们会有一个杀人魔杰森会来砍我们这群来那个营地露营的年轻人们年轻人可以也可以年轻人然后年轻的小伙，然后呢反正就是简单来讲，就是我们要想办法在晚上想办法有几种方式可以逃出去这样，然后有可以打电话给警察，然后叫警察来救我们，或是自己想办法把车子修好之后，然后开车开出去，然后车子有两人坐的车子跟四人坐的车子，哦，对，然后中间的话，这一局我们第一局会先玩，大家在 DC 先讲，有问题的话可以一边问啊。等一下之后的场就是用里面的麦克风啊，里面的麦克风呢，就是除非你离人家很近，或者是你有对讲机才有办法跟其他人对话。好，然后你们可能那个下一场之后开始之前，可以先给大家看一下按键发话是哪一个，这样。T 吧。T 吧，那就按压力 T 可以讲话。嗨，你好，我有声音吗？哎，音乐有，有没有声音？有，那我有吗？有，我嘞，反响好像没有，我没有，没有，没有，对你没有，我出去设定，喇叭是关着的，团团的也是，哦，你说我的喇叭吗？我看一下，那我出去设定一下，不用啊，这里面就可以设定，里面可以设定。在离开的旁边哭啊，离开的旁边邀请的旁边离、开跟邀请的中间设定然后没、有啊，我随按即说你、我也有，我也有开、可是你看你们的喇叭是哦，没有，我刚刚只是没按而已啦那我就有问题了哦，没事没事，我再讲一次看看，好，你说我吗？喂喂喂喂喂！有亮！我在加入了。好，我们等一下第一场就有问题都可以先说。喂，好的。喂，安静的，好像还是没，我还是没有亮。没关系，我进去当哑巴。要比手画脚，开始比手画脚。他好像有表情可以按啦。有，我都设定好了。他有。为什么敌人永远打不完？那就可以准备走啦。好，可以当鬼吗？当鬼就好了。哈，阿梅啊，随机啊，随机啊。
可以都当鬼就好吗？记得按准备就绪哦。我要准备了啦，我准备了。哦，这边。有一个雨的下面有一个什么准备？聊天室上面红框框。对。哎，有了，有了，有了。然后地图有蛮多张的啦，我们记好像两张还是三张吧。你知道那时候精装怪轮哈记那个啊，我就是用十三号星期五的封面哎、欸。哦，对吧？小地图是小是不是？小，那可能是这一张比较小一点。对，它上面写小。对，在在。我们 loading 的图是一个人在洗澡。啊？哎，这么好也差那个每个都不一样、啊，每个人看到都不一样。露营喽！关是鬼呀、啊！啊，我妈不知道、啊、真的假的吗？可能是鬼吗？我们到1984年。我看你的名字，哇，萤火，有一个人，好吧？啊！哇、啊！好乱，这男的好可怕哦！可露你来当肉了，突然就开杀了。我真的是 Jason， 我是个猪。五分钟活下去，对啊，去不得。你可以，去不得可以跑，你可以松放松放，去不得。会很大声，杰森很容易听。对啊，我用走路的。东西怎么拿？一吗？按一打开，然后找那个翻箱倒柜找东西。对，我记得好像可以跳窗，对不对？对，可以。好滑、哦，它、欸、好滑、哦，等我一下哦。我死了！哇，对讲机了，对讲机怎么用？哎，上班的 here， 压住 T 就可以听到了。等一下，我要把声音调一下。他很滑、欸。小雨，你有给吸啊？我刚可以拿，可以拿，可以拿。我把你声音调一下。哎，臭干呢？没有啊，他是鬼呢。鬼是我呢，没有啦，我不是鬼，我们是好朋友。你是啊，按 Tab 有啦。安安，是不是有人在这里？哎、欸，等一下，滑鼠灵敏度在哪里啊？哎、欸，有人没锁门哦。门记得要锁起来了、哦。不要，不要，不要，是发发吗？嗨，不要，给你看一下。不要，你是哎、欸，底下又有一个人呢、欸，这谁？锁起来。我看到发发了。这胖胖的是谁？锁起来。你怎么知道？你等一下，你等一下，我在调灵敏度。你，哎、欸，你让你都不给新手体验的、欸，哎、欸、没有啊，我没有挥到你，你不要跳舞啦。对讲机怎么用啊？压住 T 就可以自动用了。嗨嗨，你好，对的，听到吗？有听到吗？有听到，有听到。那你们死在这里，怎么办？啊，谁死在这里？没有啊。有一个人死在浴缸里。哦，哎，发，你不要把门锁起来啦。你怎么知道我在里面？我刚刚看到你跑进去了。我怎么锁门啊？还是还有东西？锁门是对着他按一应该就可以了，我没记错的话。哦，翻窗是按一下。哎呀！啊，不是的，为什么？哎、啊、呀，这里面有躲人，是我啦！白痴啊、喔！我想说只要把你拿出来而已，你怎么直接死掉？你直接把我戳死哎、欸，超过分了！不是，我只是要把你抓出来。我太难过了。哦，他一次只能拿一个东西，是不是啊？手上是一个，然后口袋那种可吸式的，我记得可以到两个吧。哦，对啊，所以刚刚那不是发发、啊，我一直以为那是发发哎、欸，白痴。请问我要怎么逃出来？我躲在床底下。按一次一，对，有了，我出来了。哎，好了，我要走了。好恐怖哦！在哪里？我觉得这边逛够久了，来逛看这边好了啦。这边有没有人？哦，这里有人哎、欸。哦，哎，我在玩对讲机，有没有人听到？哎，这里有人，我怎么视讯？因为你这个好像是叫警察的，一号怪怪的，应该是鬼鬼的。啊，对，然后过来一下，你们过来一下，这边有地图，记得拿哦。拿哪里？地图哪里？就是在户外都有一个地图，你可以拿。拿之后呢，你按 tab， 哎、欸，不知道按哪个键应该去看的。别打我了，哎、欸！我在跟你讲点，我要死了！等一下，我们在看地图。我打到他了，要修车。谁打我？小坏坏！我找到电瓶，我找到电瓶。啊！我
为什么画面会画面会这样？哎、欸，为什么会跌倒啊？哪里哪里？走路走一走，不小心跌倒，太烂了吧？走路还跌倒，真的很弱、欸。还敢用东西丢我？啊！你给我还可以走，我觉得好危险的。我找到电瓶了，电瓶要拿去拿。哎、欸，那个小车吗？这个是谁呀？亚旭福特跑步啊？有亚旭福特跳舞啊？有啊，他在跳舞。那差好远哦。好烦心啊！跳舞杰森才看不到我，你知道吗？哎哎哎！可是我画面越来越黑耶、欸！为什么越来越黑？我是快死了！你是快死掉了吧？你失血快过多了吧？失血不多，失血是不是乱乱跑步啊？可以，还是可以跑步了，还是可以。啊！可是我要死了呢、欸！我好黑哦、喔！你要死了！我画面好黑哦、喔！我画面好黑哦、喔！在拿电瓶的是谁啊？哦、是谁？等一下，等一下，我修一下。好好，你修，你修，修。然后修东西，等一下永佑拿出来。修东西会有那个 QT， 它会有 QT。调皮哦 ，QT 烂。哦，你为什么要偷进去又拿出来？团，借我用一下，这可以干嘛？你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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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动，你不要动，你不要动，好好。好你谁呀、啊？自己人打人呐、啊！哇！我靠，左键右键要被电到！你要 IQT 按左键或右键，你不要打！有人在乱打啦！他在修东西啊！晕、啊、了，晕、啊、了，晕了！我在打他屁股，打到我了，他没有油了。是谁？云月吗？修好了，修好了，修好了。请问有小跑吗？要加油啊！舒服特啊！打自己车啦！跑步就舒服特，不是有小跑步之类的吗？没有，就好好好体力。我要要死，要不下去。你们转过来看自己的脸，超好笑！你看自己的脸，超自恋。我发电脑了，我要怎么放钥匙啊？怎么了？你踩到夹子了！我要死、欸！你要打电话叫那个汤米来了。哦、有人，所以有人会复活、哦。谁死了？隐约死了。叫汤米了。隐约被夹死了。我是汤米啦。是是是，小雨小雨是汤米。汽车要电瓶、汽油跟钥匙哦。对，啊、没错。M 里面有、啊、，M 里面有。啊，油箱。嗯、好难找哦。我帮你治疗了、欸。哎、欸，我满血了、欸。越来越黑、啊。后面为什么越来越黑？那、啊、我后面越来越黑。好像是他有渗血吧。哦、对，泥泥圣旨的样子，好圣旨哦！杰克，你的角色看起来好慌张哦。每个都是这样，每个都笑到快喘不过气了。哎、哦，人就肌肉的，你滚远一点就好了，就画面会慢慢回来。哦。哦，好好笑。哦，离滚远一点哦，哦，离我远一点啊！哪里呀、啊？好啦，我要去找小雨玩了。这边无线电，这边无线电。我有地图了哎、欸。地图按什么？这边无线电，这边无线电，哦，这边无线电。不是我有人开枪啊！你要瞄按右键瞄准不是吗？右键吗？哦，有有有。啊！你血吐成这样没问题吗？我被抓起了！没有人要救他哦！哦，要救他！就是如果Jason通常杀人方法大部分都是把右键把人抓起来掐住。然后掐住的时候，其他如果 有钝器啊或什么的，朝杰森打他就会晕了，这样让他晕这样。那你知道我，你知道我，然后小雨你救我。好，啊，小雨快救他，小雨。对，这样我就会倒了，有没有？哦，所以我只有一枪。对，你用掉了。太欠我这废物了。然后那个你们有时候在房子的柜子里会找到小刀，瑞士小刀可以带身上，就是你被掐住的时候，你可以用那个瑞士小刀插我脖子。哦、oh, ，然后你就可以直接自己跳下来，这样。对对对对对。Oh, 我的肾值好低哦。然后那个这栋屋子的人出来一下，我知道这栋屋子有人，对你出来，你这边的门记得要关上。不是啊，我哦、oh, 好，可是关上啊。然后你再按一，再按一。哎、欸，对， oh, oh, oh. 这样子我就只能把它敲坏、欸，做得好。我说，不要流血。所以鬼不能翻窗哦，不行不行哦，所以就是这个游戏精髓就是，如果你看到 Jason 在追你，就要赶快进屋，然后把门锁起来，然后把门窗都打开。我、哦、看到他自己锁起来，
你是在门口给我放那个？哦、我有电瓶了耶。电瓶就是四散各地，要慢慢找。对。而且，所以车子电瓶放上去还要再放一次吗？就是都放上去之后呢就行啦。就是、哦，对啊。所以我可以放船的。都行啊，都行啊。体力耗太多是不是会让你看得更清楚啊？所以眼压变高。刚刚我右下角跑出杰森的头、欸，我也是右下角杰森的头。是哦。那可能是哦。哪里有船嘞、啊？船就像就岸边这样，就是你去往岸边找。白痴，我怎么跑进来这里？哎、欸、哦，踩到了，踩到了，哈基，你的夹子踩到了。哎、欸。我破土，我卡住了啦！我躲进柜子，然后刚不知道怎么跳出来，我现在半个人在外面，然后破土了，身体在里面。哇！啊、对，皮肤在外面。啊、完了，鬼来了！等等，你看我柜子、啊、看到我吗？哦，有。可是你有看到我？我看你是在你在外面，你是在外面。好了，我帮你掐一下。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你没事了，你没事了。不是，我只有皮肤出来，身体还在里面。我救你！好恶心哦！我怎么知道皮肤了？好恶心哦！然后跟你们讲哦，就是如果你们等一下玩鬼的、啊，就是你掐住人之后啊，你可以看附近的地形会有什么东西，你可以选择让它地形杀。哦。就是可能可以旁边有马桶，你就可以把它弄在马桶里淹死；旁边有窗户，就可以把它丢进去，把它弄死，这样。哦，就有很多种玩法这样，哦，好了，我要被抬了啊！你怎么还在我旁边啊？我给你，我截图给你看，你不是看不到我 吗？我是没过虫，正常的。我看到哈基是正常的，我也是看到正常的，可能是他的那个吧，显示的那个。嗯，对啊，自己变超奇怪的。我、哦、这陷阱是别人用的哦。我看一下，你是什么东西呀、啊？哎、呀你这圣皮耶、欸！陷阱自己踩到了。哦，我还可以游泳哎、欸。对啊，然后顺便说一下哦，那个如果你的窗，我刚刚说，如果你翻过的碎窗户的话，你自己会受伤。哦，玻璃哦。所以 Jason 可以就是一到一个地方，先把窗户全部打碎，这样就让你出来会受伤。哦。对，然后发发刚刚是在水旁边游泳吗？啊，没有啦。发发在哪里？没有啦。我要让你看一下，我也会很会游泳啊。杰森也有地图是不是？杰森有地图，杰森有。杰森有四个技能，哦、一个是他会一个一个慢慢解开，第一个是直接瞬间移动到一个地方。哦。然后第二个是可以开启气场看你们人在哪里，然后第三个是直接瞬间移动，就是直接那个。有点像安德那样的小范围瞬间移动，嗯，然后第四个就是狂暴，哦、对 对, 對没有没有，就是嘿，我看到你了，哎、欸，对你你来水旁边，不是我，你追错人了，没有，那不然小雨你来水旁边，你会游泳吗？我会游泳啊，给你们看我都会游泳，来，好，你去游，对啊，那你要来岸边看我啊，不然没人看，不要好了，你感觉在骗。没有我真的啦，真的你干嘛、欸？你怎么可以打我？哎哎、欸，这里有人被打了，有被打了。的，你怎么可以打我？法庭现场。救命！哦，小刀，好可怕，好可怕。所以有没有人要看我游泳啊？有下去游、啊，我来了。来。跟你们讲、哦、如果你们是要坐船逃了，你们要小心 Jason 的游泳，因为他游泳游很快。真的假的？鲨鱼吗？他游超快，我太快了，他游超快。我没有看到，我看那红光啊，红光，那个红点。我没有看到船在哪、欸？船哦，帮你找一下。这里旁边，太可怕了。没有，有一个船桨啊，你地图上有一个船桨。对啊，这个是谁？欸这个是谁？我没有船姐，我没有地方。等一下，有一次我刚刚在找你，你有影哦。哦，嗨，我有。你看，还是我来修这一台。哇，太帅了吧！船看看。这里。哎、欸，小雨是受伤了，你过来。哦，对啊，我刚被你过来，被团砍。好啊，我受伤了，你也不。船在这，船在这。哎、欸，是啊，我后面是有长眼睛的，你不知道。我拿东西喷他、哦。我知道一个了吗？好啦，你们我要来看有谁在群聚啊！我要来去抓那个群聚的人了。
那没情趣没事是不是？奇怪。也不一定啦、欸。我要来找人了，我要来找人。我眼睛快瞎了。你们应该，我快吓死了。你们应该差不多知道这游戏怎么玩了哈。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哎。我要来了，我要来了。哎，这是谁啊？啊哦！我要鬼啊！这是谁？我的扇子快没了。这是谁？我又看不到东西了。安托纳把我打死好了，我这画面还是卡住的。不要啊！这是我不要啊！角色的面具掉了、欸。啊！对啊，被打掉了。是枪啊！不要啊！爸爸来救你！爸爸来救你！爸爸来救你了！我有瑞士刀。打死我好了，你打死我好了，我现在画面是卡住的。啊、你死了、哦，太棒了！哦，哎、欸，有小跑哎、欸，哦，有 X 的小跑，我要找个地方，他比较不耗耐力。小跑怎么跑、啊、？X 按 X。哦，真的、欸？你很爱跳舞哎、欸！你为什么看得到我啦？我知道你在这啦！我会跳舞哎、欸！我知道、啊。我说掉了没果虫哎！哎呦！哦不要！哇塞！好恶心哦！哦天哪、啊！哦你还抖了一下！哎呦！哎呦！哎呦！玩错啦！你们在哪里？我要找你们玩。杰森孤单寂寞，想找人玩。不会冷，很冷。这是你怎么睡一觉？可以，他可以睡一。技能，可是他每个技能用完会有 CD 时间，他很像是开那个创世神的那个冒观察模式，然后飞到那个地方说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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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你要溜他，但是你没有。所以在外面，那我在外面基本上就是没救了，就比较难一点啊。除非你有自爆的东西，或者你要绕着就是什么栅栏什么的绕。哎呦，哎，你有瑞士刀？我有啊。我刚刚看阿汪被吊起来，然后浮在半空中跑掉、欸，哎。对啊。你踩空气跑、欸，哎。我会啊。哎、欸，这太坏了啦！你好过分，超过分啊！哦。你还不剪片啊，就会这样子啊！剪片哇，好痛啊！剪片、欸，我被自己夹到。我刚才被自己夹到啊，超市长。剪片，现在这完了什么？剪片，我想夹，要被烧了，要被烧了吗？哎、欸，你的死法好。好无聊、哦，好多、哦，好无聊。其实鬼很强哎、欸，剩两个鬼超强的、啊，所以人要越多比较好，对不对？对对对对，对啊、我尽量找人了，今天。就是要一直在，就是想办法在屋子，就是不要被发现，被发现要在屋子里溜这样。嗨，嗯，哎呀，你怎么进来了？我不能进来吗？你怎么进来了？那我。你要翻窗啊！他不能翻窗啊！你走门他就走门了。他撞门了，他撞门了，没事。我撞了。他跑速太快了。我卡住了。哇、哦，你跑好快呀、啊！照跟他飞的。可是他没体力了。对啊。我是不是车还差油啊？可是没有找到油啊。哇！哎呀，刷了，先刷到我们别的死法来了哦，别的死法，让大家看看。好啦，好啦，哎呦，哎呦，抓到了！哦，对，它游戏有时间限制，火烤就是美味。哎，让我火烤一下。你为什么可以挣脱这么多次呢？这只脚上比较容易挣脱。来，火烤一下，火烤一下，来烤一下，烤一下。你快点，快逃走了，快逃走了。哎、欸，你为什么？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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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啊！烤肉串，你烤肉串，烤肉串，你不要自己拔出来啦！不要自己拔啦，白痴哦！他也没力气拔了，没事，没力气，没力气。不见了。
发发是你的，发发的对决，啊、发发啊、哦！有啊，有、欸、有吗？哎、欸，剩一个人了，有没有下水道可以走？好像没有。啊、你跟他结婚了啦！发发过来！哎呦喂呀，这一堆！我找不到，哦，听到声音了，听到声音了！哎呦喂呀！你要选择什么死法？在屋子里面死吗？哎、好。你要在屋子里有啊？可以把窗户。我来了。哎、欸，我眼睛睁好大哦！你闯，你吓得很，哎呦！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啊！我要跑了，再见！噔噔噔噔噔噔噔！你跑走了，欢迎回来，姐！不要跑走了，剩三十几秒而已。不要再顺了，顺太快了。剩三十几秒而已。噔噔噔噔噔。你怎么走出来了？你在干什么？你在干什么？你跳出来！我在翻进去。垃圾。变电箱。完了。外面可以翻里面吗？啊？车可以从外面翻到里面吗？可以。可以啊，可以。但是 Jason 不行， Jason 不行。好。太可怕了。好输呀！你死亡，你死亡。哦，回家了。找妈妈。找妈妈。哦。哦。哦。可是为什么我刚才没有看到他妈妈家？要找，你要特别找。要找，他在地图。他是每次不一样吗？位置应该是一样的啦。哦，他还会跟你写你怎么死。砰杀。撞杀，撞杀，摔杀，砰杀，杀害，杀害。轰杀什么哈、啊、就是崩刃吧、哦、他们刚刚说的动画出问题啦，不然其实应该是他在火上哦烤肉串，那动画蛮多出问题耶，对啊，好啦，大概就这样啦，嗯，好，嗯，那你们还要再你们还要再一次全部的，还是说就直接里面的啦？什么里面的？直接用内建的、哦、语音啊？对啊，我觉得整个 SOP 流程都还没有到很清楚哎，那不然再一次啊，就是、对啊，再玩一次、啊，对啊，再一次啊，再一次啊，好啊，好啊，好啊，我会选角色，我都买 skin 了，你去买 skin， 太快了吧，哇，不是想说就好玩一点啊，好，我选这个造福大家好不好？快点，好好好好，当鬼的，当鬼的，没啊，没啊，没没没没。妹妹妹妹，那快点来杀我，看繁星哪一只。你可以选择找他，对不对？啊，那个准备按下去、啊，有了。我说衣服四十块买了啊，然后结果进去也是杰森。欸、对啊，你选这个角色就是杰森。我刚刚想说，嗯，随机好点下去啊，怎么进去是一个穿衣服的男生？繁星超级快，出水嘞！还是团团呢？他们都洗腻了。你够暗红红的，就你耶！哇，为什么又是我啊？哦，又是你。房主的几率，你是不是不干净？有吗？哦，还是你在那边选择说你想当杰森？小雨了，换小雨了，没有，刚刚那个不准啊，刚刚那个不准。哦，刚刚那个不准是。进来后变小雨了，哦，是我啊！哇哦，这个头，直接头跟猫头鹰一样，剪刀怪，哇，是让你变成猫头鹰，哎，好适合我。那个谁，我在路灯下，香菜，你有看到我？哎，你在哪里？回头，好，我去找你。为什么你穿比基尼？比基尼的，对不对？哇，好帅，屁股好翘哦。翘的不得了啊！我在这边等杰森好了，有没有？不要看 GTA， 杰森来了。哪些窗可以开啊？它会有那个走过去，它会有低一点的窗户。对。哦。哎、欸，我要怎么按？哎、欸、哎、欸，不是。哦，有了。哦。你很会跳舞哎、欸！你要出去改一下，很好哎、欸。这里哦，然后按 F 可以开手电筒哈，你知道吗？不知道啊、哦，对，可以记得按一下。现在知道了，我刚刚忘记了，我因为我自己也忘记，你知道？我刚刚有发现到，哎，
可是这样小雨就知道我们在哪了。啊，对。对呀。小雨看到我们会有高亮吗？就是比较明显。我有可以探测的。哦。这是谁？哦，是你。我是谁？哎、欸。欸哎、欸，阿旺哎、欸，比基尼妹妹跳舞的。啊，我们来把窗户都打开，啊、把窗户都打开。很冷、欸。要不要拿地图啊？你比较懂，给你看。好啊，好啊，在哪里？在哪里？我怎么按？我是不是按一下就……哦，没有，在这个柜子里，这个柜子。湿湿冷冷的。好好好，要不要特别服务啊？好，我给你找别人。我看到这边有人，我要去找。这边，地图在这里。哦、oh, ，好好，我来，嗨！如果太大声，他地图杰森会看到那个圈圈，他会往那边。Surprise！ 哦，跑步声音很大声，是不是？所以要 X 的小跑会比较好。X 哦，X 可以小跑、哦。对，我刚刚按完人才意识到，对耶，太久没玩都忘了。按观众跟我讲的。哦，X 是切换式的，对，切换式的小跑。哦，小小扣鞋，小小扣鞋，是不是？小小有了吗？有了吗？那会稍微扣一下。我要去找别人、欸沒。没有人拿到对讲机哦。音乐还没有。没有。这里。哎、欸，不要！我在这里很久，都我家。求你了！我要知道保险丝，保险丝在哪里？啊 ，no！ 哇，我们死一个人了，完了。好快！保险丝。我只是在拆门而已。好。河要怎么过啊？游过去哦。你会没体力吧？会没体力哦。对啊，会死哦。会溺水哦。啊，那要怎么过去？找陆地。不要啦，为什么要过去？这里没有保险丝吗？哇，保险丝太难找了吧？哇，这里好多人哦，亮晶晶。我音效不对，为什么音效不对？为什么？因为有鬼，有鬼。为什么？是谁？会越来越黑，代表鬼在附近。嗯。现在眼睛睁越大，好像也是。那是谁？哇！不要啊！你怎么一直推我？是你呀！那恭喜你！哇啦！你快走，我去找别人。谢。差一点。我差点要摔倒了。你确定？你在一直看着手电筒啊？可以啦，他在追别人，没事。看。谁呀？没关门，我进来喽。嗨，发发。哎、欸，要开收音机啦！哎、欸，你看我手上有一个很厉害的东西，抓到帮你试了，我走了。是，你这个是不是要拿去给汽车啊？好像是要去对岸哦。看起来比较厉害。看地图啊，人家 M， 人家 M 有地图。哈基怎么了？我刚才拿地图的 ，Go Go， 我先过去了。我、四人的四人跟两人的车子怎么分别啊？四人的颜色的。然后两人的是黄色的，对，两人是黄色的。你好像走错了，哎，这边没有车。哎，这是比基尼。哎，真的。这边吧，这边走过去。我怎么没看到你？就看到我了。谁站在草里面呢？你怎么看的？啊！是我啦。因为我有视野补正啊。我一拉，我想说躲在草里面应该没事吧。不要啦！我们不要啦！前面有香菜啦，你要不要吃香菜？不要！香菜，买啦！我丢小刀，看一下。小刀怎么丢？团团，小刀按中键。要绕树，我想丢小刀。而且我记得可以拔回来，是不是？不要啦！不要啦！你追我跑，你追我跑，不要啦！没体力了。小鬼耶，小地图看得到。警方抵达。对，就是我刚刚修了保险丝，然后用电话叫警方，所以我们现在只要撑过五分钟之后呢，想办法走到门口，估计就赢了。我走了。我补一下血啊。你有看到什么宝物吗？我看我好像有个鞭炮。啊！我不小心点了鞭炮，它要爆炸了，完蛋了，完了，不要了，放烟火了，完了，放烟火，完了，我在跟鬼子，你追我跑，我要走了，不要啦，有了，这现在是要电箱吗？车子的话，车子的话，电箱跟油还有钥匙，
有了。有的。啊！你怎么又把我错下来？握电池，握电池。哎呦，这边有，还有一颗电池哎。跑不动了啦！啊，不要啦！啊，死了啦！狙击门外惨叫声哎，我死了。对啊，我也听到惨叫声哎。你在这一间啊？你在这一间啊？完了。我听到奇怪的声音啊！我这一间啊，我找到了。啊！那我画面好黑哦，我是。不要啦，不要啦！哎呦！啊！怎么杀啊？哦，这样，哎、欸，杀、啊、屁哟、哦！杀！快跑！捏起来要怎么杀、啊？捏起来之后按一二三四啊！你右下角会写说你有哪一种方式，这样。飞进去了、欸。进去。这里应该会有东西吧？有哎、欸！啊，团团你怎么进去的？啊？嗨，团团，我走这里哦。你怎么在这里啊？那些鬼是不是在这里、啊？我有电池，我有电池。哦，可是车子鬼刚刚在那边没错啦，车子离蛮远的啦，吓死人了。啊，遇到谁啊？遇到谁见了比基尼姐、哦、去找别人。比基尼哎，你在灯光下看一下。你哪个？比基尼跳舞会怎样、啊？刚就小雨就绕过我了、啊。对啊，他在比基尼跳舞，太棒了。欸、表情有点忘记是按哪一个。V V V， 不要啦！你看你看我，你是有没有打、啊？比基尼舞者被斧头劈了一刀。哦天哪，自相残杀。他问我跳入哪个，回答他砍我。我刚刚只知道这样而已，你看，我刚刚只知道这样。等等，我要面对你，面对不了啊，都卡住了。刚只知道这样而已。有人哦。哦，你是谁？不要我！不要！有看到吗？没有，没看到。为什么？哎、欸，我在边，我在边跳，我帮，我可以推你耶，我可以推你耶。你说我自己关门关在外面，爸爸在干嘛？回来，爸爸。真不行了，关门好像也蛮难的，真不行了。你要走进去才能。我怎么走？他流血的比基尼。我自己关在外面，超好笑的。你要比基尼先过一下，我先不会动了。啊，跨门啊，完了。啊！你怎么去游泳了？大鲨鱼来了！我卡点了、喔，在墓园旁边跳舞。你要小心哦、喔！不是啦，我卡点了啦！卡点了！你把我卡住，我现在走不了啊！没有用哎、欸！对啊，这疯子好硬哦、喔！不要打看了、啊，你卡住，你完全卡住了、欸！我卡住了啦！跳舞跳到卡住了，还是在那边推我。你这样，你正面看像僵尸的、欸，可能 你自己卡，你看得到你自己哦、喔。我打不到啊！秒错！哎呀，好恶哦、喔！太恶了！哇，你满身是血、欸，你不会把我打死了，白痴？没有 TK 吧？他刚刚砍我没有死哎、欸。有啦，有 TK 了。有吗？你要死了吗？我这没死，对啊，流血流太多会死掉。啊、那我怎么给你补血？我觉得这里有鬼。我现在没办法动、啊。有喷雾啊，我有个药、喔。还是你切到十五法了？没有啊，推不了他。我刚刚也是推他。对，推不动了。为什么在跳？好好笑。动了，动了。警方在哪里啊？哎、欸，我差四秒哦！找那个路口，好近哦！哦，我们很近，我们很近，左上角。什么路口？地图左上角。我也要去。东北方吗？北方是不是？对，北方。Jason 也可以杀警察吗？不行，不行。我也要。我走掉了，一个走比较慢的，。哇！哇！啊、真的哇！现在是只剩我的意思吗？对，然后他还知道门口在哪，他
看能不能用另外一种方式逃走了。哦、可是另一种就比较麻烦一点啦。现在你有地图吗？的对决没有地图吗？哦，你没地图哇？啊！你可以开灯啊，你可以开灯比较清楚。但对方，但对方也会特别的清楚。对啊。啊，然后你跑步的声响会制造声响蛮大。我听见大声。对，大声他会知道你在哪哦。你越跑，他越知道你在哪哦。对。你完了、啊啊，完蛋了！你会跳舞、啊？表情上怎么键啊 ？V V， 还要按一下 V 啊！跳舞要另外设定。你等下跳一跳，跟团团一样卡住，多好笑、啊！哎呦！他怎么在外面？你怎么知道我在外面？你怎么可以知道我在外面？我可以偷看啊！哦、你怎么可以偷看我？我是鬼、欸，不像听得到呼吸声的。哦，就是那前面了，就是前面了。加油！差一点！哇哇，中了一个！啊！哇，你被笔戳到了，你的脸好痛哦。当初我不是砍在你身上，这刀怎么在这里？他好像过一阵子又回到你身上。没有没有，我要去把它拔起来才。你怎么跑那么快、啊？你也太惊恐了吧？对啊，他很像拿吹风机吹嘴巴哎、欸。我口、啊、有点像。为什么？哦哦，有没有快速回体力的方式啊？不要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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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蹲下！不要动！得到，没事。啊！我回满体力啦，太难了，回满了，人生重来。帮你回体力了，帮你回体了，回体了。好了，有跳到我满足了，可以随机了。有时候还没看到环境那一只。啊！我刚刚完全没遇到你，刚应该就只有你没看过了吧？对啊，然后到处找人哎、欸，要跳舞给他们看。哎呦，多了一个徽章，应该有逃出去吧？有人有逃出去之类的。嗯，玩密闭。密闭为什么？水里被我抓到。水果。大概就是这样啦、啊。好的，好的，还可以，我们就可以来用游戏内的东西啦。好，要准备 ，Go Go！ 让我当鬼就好，让我当鬼就好。鬼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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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现在等下会超级安静哦。我发现那时候谁问我在剪我的狼人杀影片的时候，哎呦，画面正呢、欸。船员。关麦喽！我是船员。好、oh. ，我发现 YT 后面是不是很卡？因为他跳出了21个错误、欸，哎。喂喂喂喂喂！你好啊，没声音。发发鬼！跳舞喽！没声音。听他们好了。I have to do something. I have to escape. 是 DC 霸凌啊，是内建语音不让我调。哦，我的眼睛是不是？
穿泳裤啊？你还是没办法按 T 吗？按 T 讲话，要压住 T。喂。哎呦，豹纹呢？等一下、喔，特定。对吧、啊？这个可以啊。然后。控制这个啊，就很奇怪啊。啊，还是换其他键？这游戏 Q 有东西吗？使用毛衣？那 R 嘞？破方视野，那蛮好。喂，等一下重开，因为开台前有重开过啦、啊。我这边有一个油，然后我蛮靠近船的。哇，尴尬了。他应该还活着啦，但是杰克死了。我拿油去船那边哦。相连键没有啊？繁星，你看有没有找到电瓶？然后跑不好。要找螺旋桨，船的螺旋桨。螺旋桨在你那边。你看能不能，你们有人有地图吗？看能不能到那个，就是看得到船的位置。我这接吗？好。哦，你说小雨吗？好好好。他们在船那边。繁星，小心不要踩到哦！繁星，踩到你就哭哭。比赛船在哪里呀、啊？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哎、欸，那个位置。等一下，团团有地图，我问团团。你们现在在哪？我们现在在那个 Elmoon Camp。我没看到哎、欸，你附近有什么更指标性啊？比如说有车子还是什么的吗？湖旁边就是
你地图上应该有一个 ELMWOD camp。五千年不行。它是在一个湖的旁边，然后右下角三栋房。对对对对对。好，你往我知道在哪边，我去找你们。你有看到三间屋子吗？你们那边是三间屋子啊？你在最左边屋子嘛？往最右边的走。好。往最右边的走，小雨走。我刚看到你脸里面的魔族，吓死我了。哎，可是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哎，船好像只有两个人呢。是呀。我们四个人呢。哦，完蛋了，小雨他们船只有两个人坐，可是我们有四个人。没关系啊，不然你修好，然后让你们先出去啊，我再想办法好不好？那我们就一起走啊，然后看路上还有拿到什么再说好了。啊，我想到了，你们两个等一下跟我们走之后呢，你们去修船，然后我跟繁星拿电瓶去修车子。好。繁星这里，繁星这里，繁星这里。有，我们快汇合，我们快汇合了。嗯。啊，你们身上有车钥匙或者是油之类的吗？嗨嗨嗨嗨，没有。走这走这。啊，吓死了吧！没事，我有放全放。你是热裤刑警哦。白星超好笑。白星，我觉得蚊子都要去顶你了。我刚吓一跳，我还想说是妹妹。这里有喷雾，这里有喷雾，这里有喷雾，你们拿。好。我现在不能拿东西。我满了，我满了。我可以拿，我可以。然后螺旋桨在谁那边？在我这里，在我这里。好，跟我走，跟我走。右前方那边有船，你跟阿旺修好之后，你们俩就出去吧。啊，我跟繁星去修车。好哦。小雨，你会开车吗？我不会。我也不会。你不要那么可怕啊，爸爸！我头上多你快出去！打击！又往哪里走啊？左后方吗？好像是左后方哎，他有那个浮球。前面，不行，不要来，不小心按到烟火了。哇！走，快走，快走，繁星！繁星，快走！什么东西啦？欸，好难按哦！他干嘛？
小屁呀、啊！好黑哦！行了，抓到你了！我不能讲话哦。直接破墙、喔、哇直接破这个I find you No 是完了这个游戏都是墙破哇哦哇哦靠中鬼，我一定会笑出来。哇！你继续找一下好了。我不经营我自己吧？没有啊。这画法应该是高中程度的那个英文课制作。按键联系嘛，那个啊。改回来，然后向后看嘞、欸。No！ 哎，剩我们两个哦，好了，那来啦！哎，团长故意被掐哎、欸，他想戳他。啊！对啊，你按 tab 啊。没声音。哎、欸，真的耶，大家都走哎、欸。这不是杀死了？没有给这层啊？怎么用啊？一定是你没有在。他没有那个可以调啊。没有无限裂。啊，你好。隔着墙对话。没有。白痴！我掉了，我想要让我出去的死。这不是没有给这城市麦克风手，他怎么给啊？好烦哦！找一下哦。我抓歪了，抓歪，抓歪了。哎！我改过别的啊，他到石定上面哦。设定保险师，我怎么知道？然后在里面聊起来了。喘气的声音，
看着我很奇怪。对啊。你们都躲柜子。哎、欸，这样子可以吗？好了，爸爸来这里啊，来这门这里，来门这边。他毕业躲柜子。我在敲门了。不要啦。啊。我快敲爆嘞。账户。那没有啊 ，Steam， Steam 没有这个东西可以调啊。我卡出去啊！他被夹到了，会啊会啊。他为什么不直接把他拉开来？门突然爆了！啊！我刚刚看是爸爸砍了一下门，然后门就爆开了。不会啦，突然爆开。不会，那我对，那是我给你的礼物。这场高中的惩罚终于要结束。好，来！哎！哦！哦，有点痛，有点痛。掉两罐急救包，师傅哎，我还有两罐啊！我想说，可是只剩我了，也 就算了吧。我跟你讲，有三个人死于柜子，柜子太烂了啦，那柜子转气超大声，超好笑的。他还在外面噼里啪啦，噼里啪啦。那柜子憋气又只能憋十秒左右，又很大声。对啊，说要躲那个躲床下比较好憋气。可是床下也是，如果被发现就直接也是直接踩爆啊一样。那怎么办？就算啊，就是不要躲，像这样子用六的最好。对啊，其实房子这样六，其实可以六一栋，其实六蛮久时间的、啊，真的。多处搓沙，没关系的。开麦，开麦，讲话。开麦，讲话，讲话。讲话讲话，柜子太好笑了，柜子好烂爆了啦！我想说我不讲话，然后爸应该不知道啊，然后就被捅爆了，讲话时间都没有。所以音乐还等，我还在那边开麦说音乐，我窗户离开走了，然后躲在柜子里面。你知道我那个时候我还故意不回答你，假装我走了。结果你两个都在骗，结果在柜子里。那个呼吸声太大声，而且他们会叫，就听得到。是惊恐吗？会惊恐，会叫。对啊。哎，所以最后是谁开船啊？是小雨还是那个？我开啊。你没有开到很乱吗？有，我们一开始找不到路。我们就说不要往那边走，是这边，我不知道啊，随便啦，去开啦。还看到一个疑似像出口的，居然开过去了。对啊，这两个红红的柱子应该是往这边开出去吗？这个经验告诉我们，柜子不能躲，柜子不能躲，然后床其实也不要躲藏起，因为很容易被用六的比较好，可以用六的，用六。好可怕，我觉得我玩的很像杀人魔。我安安静有事。都唱一些奇怪的歌。我真的觉得你刚刚最好笑是那个，被枪打到。我打死。所以繁星按键还是不行吗？我按有声音，但不能讲话啊，我就只能比动作跟你对话。我看你刚刚一直在跳，一直跳。没有抓到麦克风是不是啊？对啊。那你那个等一下设定再看一下。嗯。如果没有的话就 QQ。他们说麦克风看起来比较暗，不是团团的意思啊。捷克鬼，捷克鬼了，来关麦喽！哇哇，夭折！哇哇，这个脊椎，这个怎么？对啊，这有救吗？可以帮我查一下吗？啊，怎么又这只 ？I gotta get out of here now.怎么又是这一只？什么？来翻刀，不放。
先拿到遥控器吧，不是遥控器啊，到声音比较多，比较不会无聊。我找到了，没有啊，没有，不好，这游戏叫什么？你打13TH 吧就有了。嘻嘻嘻，啪啪啪，欸，真的欸。刚刚的妹子们选不到啊，现在是随机。哦，我不太知道你们那里，你们附近有车。我被白吓一跳。我看地图，我看地图看一看，有一个裸男正在我面前。什么裸男？又找打我。反星，反星，我们可要往右喽！他们在我们的左边。那个妹子很辣，没办法啊，我们刷随机啊。这是我啦，刚来的啊。还是你就是从这边排起？哈哈哈哈哈！为什么这样子？宝宝，你现在在往哪里？放歌吗？或者是设置里面语音开了没？是啊，就是有开啊。你这个啊，你往上，你再往上走的话，应该有很多房子可以收，对不对？有开啊，然后这边也有啊。那你先去收吧，我、哦、看到阿旺了，我去找你啊。还进。我好不知，我们去找发发吧。对啊，这样。按声音没有声音啊？喂，收完了吗？繁星是这边收完的啦。哦，变好卡。那栋房子有收过吗？前面那栋？前面那栋是我收过了。哇，我现在好卡。Hel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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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发发好不好意思，发发刚刚不是被鬼追？他好像被鬼追。发发被鬼追啊！鬼在前面那边。我们要拿保险丝啊！我们要拿保险丝。我们去找发发，我们去乱鬼。好。身上有乱鬼用的东西吗？我有个棒子。好，我有信号枪。我靠！哪里？呀，有人被抓！我直接，好卡！音效晶片没驱动没？怎么看啊？哦，笨多了。鬼在你们那是不是？没有，算了，你拿棒子。要不然来到我的快乐老家，我快乐老家很好玩呢。不要啦，可以找我阿嬷，我阿嬷
人很好哦。可以扫完吗？走开，点的不好。对啊，没办法啊。我本来在想说这款游戏我会不会直播也很卡、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最近玩什么游戏都很卡。爸爸有装保险丝了吗？爸爸还在。外面的车是几个人坐啊？不知道。大屋那边，帮我跟他说。你们有钥匙吗？我修好那个保险丝了。哇、哦，怎么那么卡、啊？看自己台就觉得好卡。找电话走啦！快跑啊！他在外面啊！我去私信好友，然后按语音。你找不到？小小雨打了吗？还没。他进来啦 ！Anyone？ Oh God！哇，没戏啊！快帮我鱼耶！哇，来不及。你去指定的好，指定好友的设定怎么好友的设定啊？齿轮吗？语音？哎、欸，是哎、欸，哎、欸、有哎、欸，谢谢。我是哪一个？我怎么找不到麦克风？语音输入。通讯装置启动麦克风哦，马田总每次出来都可以帮我啊，好棒。喂，结束测试。耳麦麦克风不是，可是找不到我的欸，干嘛？可以射鬼了，下面陪我射。喂，喂喂喂，不是回来打鬼啦，我还在设定欸。语音输，哦，这是输出哦。喂喂、哦，有了有了。喂喂，啊，死光了。还有人吗？我不知道有没有声音啦。爸爸有听到我声音吗？爸爸。
冰在我们旁边。我想去旁边。对对，可是伊袂使讲话。那边吗？是吗？你那个动作是？你要带我们走吗？叫我们不要动吗？是的话，你就不要动。太难对话，不是。好的，我们不是，不是，我们找不到什么电话箱之类的，怎么办？我发现要找油。我的汤出缸好像有。我刚才重开了。我哥啊。不对啊，繁星就是那个啊，他就是那个已经被叫回来的，所以已经打回来。他竟然在逃命吗？我不干我们的事，是不是？噔噔。机舱死在这，阿基死了。这么巧啦！不要说！哎呦，浪费一发子弹，可以可以。你要再射哦！
小鱼也死了。繁星，只剩下我跟你了啦，走吧。好烦哦！语音模式按键改为，我有啊，我是用自由的啊。对啊，我等下重开了。我都看到一样的杀人画面而已。你都没有跳新的哦。因为我不知道，就是把边抬起来之后是要按什么可以杀啊？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你右下角会有那个一二三四。我找不到电话可以打的。哦，没有没有，你不能打电话，是因为保险室好像被那个吉康被弄坏。哦，又坏掉一次。可是我看外面刚好敲坏东西，我重开一下。消防署他看你。那可能就是对啊，因为我刚刚最后看的时候，我发现它是坏，它是红的坏的，你要再去修一次这样。哦，对啊，就修好还可以再敲坏。对对，鬼可以把它敲坏。
然后鬼可以去找，找不到。鬼可以找变电箱，然后把它敲坏。我刚刚是敲变电箱了。哦，对啊，那变电箱。对吧？那就是变电箱也要。喂，就没有电，你就不能打电话。我还跟小雨一直找哎、欸，那我从楼下找到楼上了、欸。你们最后有找到啊？你们最后楼上那个有找到、啊？你是说挂在壁上的那个是？那没有，就墙壁上有个绿绿的。哦，那个就是电话。对对对对对对对。哦，所以是因为那保险箱保险丝没修好、嗯，所以它不会用。应该说保险丝好，但是变电箱坏了，所以就没办法。嗯嗯。欸、然后重伤的时候被飞刀戳一下就死了、哦。应该是我刚刚就是爬到超重伤，然后被飞刀插到脸。对啊，因为他记刚刚一直经过那个碎玻璃窗户就一直受伤。我一直溜，叫爸爸你们快找。我刚刚想到瞬移去抓，没抓到。真的很强，翻溜溜应该三次吧，三四次就直冲我的跳了出去。真难。可恶！刚刚有没有想说，哎、欸，感觉我刚刚升的顶还不错，感觉可以修个车子之类的，就是。我刚刚后来一直找不到人，我就。他有个技能，他二，我记得 Jason 的二技能不是可以看人的地方？哦，是啊，对啊，可以看到看一下而已、啊。嗯，只是还是有点距离啊，没看到这样子。嗯，因为我一直在守船跟车子。嗯。哎，有那个白白的，你看那个白白的往那个方向走。对啊，嗯、有声音吗？不是、欸，还是没有？还是麦跑了吗？还是不行？哎、欸，因为去你设定那边的麦克风有。游戏设定刚看过了，然后指定的设定也对啊，我刚也在调指定设定，他们就说聊天就说你复活了，赶快去杀鬼。我说啊，什么东西？就那个什么急按急缩通信声音跟那个急按急缩也都没有。对啊，我连按换键换设定都有。对啊，嗯，还是你按键，你按键换过也是一样。对啊，因为我听得到咔咔咔咔咔的声音啊。哎，对啊，好神奇啊！手机还是音量嘞？你麦克风音量？音量？有音量？有麦克风音量这东西吗？没有啊。语音音量呢？语音啊，语音是你的语音有换啊？对，是你调那个音效设定预设通讯装置啊？100%。我要奇怪。对啊，没事啊。你看那个按键联系那边。我改过，反正用动作，我差点被笑死、欸。对啊，你是叫我跟你们走吗？没有，爸爸跟你说，反正怎么办？剩下我们两个从家比较惨。在我想说对，我想要比对呀、啊。不是，但是他的站不是一只手站，是两只手一起，两只手一起嘲讽的，你知道吗？啊，然后。我刚问你说你是从这边来的，你是 B 站，我直接笑出来。超好笑的。喂喂喂！啊 ，Go Go Go Go！ 走喽，恐怖走喽！还有谁没当过鬼呢？速麦克风，很多人，因为这一场有点久。对啊。喂，顶多再玩两场吧。喂。他内建中文了，通讯专辑。喂，这样就可以？奇怪。通讯专辑。喂，麦克风输入装置。喂，就可以。结束。喂，对不起，没办法。没人刚才测试，哎、欸，我是不是有这一只啊？妹子不香吗？我想要妹子呀！这是谁？啊！
太快了，好，继续调。我怎么知道怎么又是裸男？你不裸好不好？有穿衣服，有穿。来看专业的。我是二香。看团团。哎，怎么这么多人都有？喂喂喂喂喂！我这里什么都没有。有声音啊，影像设定啊。哇，都嗨。哦，音乐加油，快跑 ！Low， 嗨，好用。没东西啊，我好想要修车子哦。音效设定。其实应该要早点弄一弄比较好，不然里面不能沟通，真的很困扰。有顺一点吗？改低了，我觉得有要顺一点呢。音乐版，我都听得到啊！拔出再输入嘞，拔出什么？麦克风吗？不可能啊，因为，怎么讲？因为现在我用 DC 通话，他们听得到，这只是游戏内听不到而已啊，懂吗？来了，月月聊天。尺寸缩放。有谁有保险丝？我找到放保险丝的地方了。因为这啊，白痴哦、喔，这个语音通话是那个意思啦，用那个Steam通话的意思不是吗？保险丝，好像是这个哎、欸。请问前面的有保险丝吗？这个是要用Steam通话才可以讲话的啦，想起来了，就我之前有设定过。房子里的，不要把门关上啊！啊，没关的、啊，没关。你们有没有保险丝啦？有，我有保险。跟我走，快点！有了，快点，快过来！这里，跟我走。都试一下吗？啊，好，去拔、欸，因为这其实要绕，因为我电脑后面其实要绕一个圈才能走到。刚杰克，刚有杰克的声音啊！屁啦！对啊，他出过来内斗啊！快点，快走！保险丝在谁那边？我卡住了，救我！啊！爸！哇！这是打乱斗是不是？他乱斗。阿王安安啊，不是啊，我刚想过车，我一个卡住，谢喽。没有，我刚才。哎呦，朋友，你记得锁门哎。电脑预设输入吗？好，看一下哦。哎，音乐机构也在这儿。我刚刚在，我刚刚不是在到处广播吗？刚刚杰克在我后面的时候，我就到处跑来跑去，然后广播。哦，我刚刚没有听到你的声音，我刚刚突然听到杰克的声音。我要抓谁？团团。哎呀！团团小刀、啊。哎，原来是诱饵啊！你说麦克风改什么东西？电脑预设输入。什么预设输入？我现在在后台了，使用这个装置啊。然后嘞，内容。接听。哦，保险丝，好，我知道了。对。聆听装置，喂。杰克好像没有在追人。他现在先破窗啊，但他们那逃也比较不好逃，会受伤。也是，
Windows 调你麦克风输出音量，不是输出音量啊，是那个，是调。但现在找说我麦克风从哪边进去？终于抓到你了。游戏没更新，我刚开台前才买的。不要我超胖，我跑超慢，不要这样。超胖是怎样？真的是体力有多少？我超胖，跑超慢。吓坏！至少是慢慢开喽。真的很胖哎。好。我没有啦。稍微走掉，真的走掉了。那你角色声音真的是很大声，超大声，但是我觉得骗局，还蛮符合现实的、啊。我们看到有点吓死。游戏输入有没有啊？那个我都找过了嘛，讲过啦。游戏设定，这就小地图而已。然后这个是手把的嘛？那这个你看，它就这个可以选。没有迷路了。这都游戏内的东西啊，跟设定无关。你看。然后音效设定就开而已。那没有，发知道是哪一栋了，对他知道。而且，刚刚如果能处理的话，其他人应该就帮我用了。哦，滑鼠里面不在这里哟。对，他在找位置。啊啊啊！好像是这边的其中一间啦。有啊，看到。有，亮的就是那里了。爸爸，大家的希望都靠你了。给爸爸 carry。哎呦！啊，他被修了，被电到了。那电到会不会有声音啊？会，会有声音。没关系，杰克还在追小雨。你好难缠、哦。爸爸，赶快进去打电话。找别人吗？哦。哇，要被砸！啊啊！不又是我吧？ This is not a prank. Oh my god. Help. 看着我打电话要动作要全了。水哦。所以还要再多五分钟。对，要再多五分钟。哇，小雨还在利用他哦。没有，现在是那个他记。什么钥匙？钥匙，快！我没有钥匙。那个电瓶器有都好了，电瓶器有都好了。我没有。不好。他既把车都弄好了欸，那其实就是他开上去啦，这好像缺钥匙是不是？哦，缺钥匙都弄好了，他刚刚说都好了，那可以去开啦。没有，只是因为他今天被鬼追了。哇！小雨又在打 boss 了。快跑！小雨的角色满身刮伤欸。卡死了，卡死了！小雨死去，难过。哎，车子都好了耶！系统预设音效输入了。我是插钥匙哦。啊，没关系啦，好累哦。昨天下午已经被我的读卡机搞到有点崩溃了。他干嘛？他记得人物刚被尸体吓一跳。我刚才也被吓一跳。不是，是他的人物体力超差的。那胖胖修东西好像超快。可是我没有东西修啊，那跑两下。他找钥匙，他钥匙了。哇！快去开车，快去开车。好像乱跑很明显，乱跑很明显。对啊，哈哈，有时候都会乱跑。啊、哈哈，应该知道 X 吧？应该吧，我不知道。可是 X 还是会有吧？他应该是没提。他直接用冲的、欸。想要赶快冲过去。有啊，好吗？好了。这
人慢跑看。哎呦，我跟你一起跑步，啊、我一起跑步啊！放慢在六，放慢六。哎，我会跌倒。他就要赶快开车，他忘记了。他忘记了。我他是没有地图啊。可能是没地图哦。对啊，应该是。啊明天你会直播？明天礼拜四哦，礼拜四要玩什么？不知道哎、欸。嗯。找到车。最近觉得越睡越少，好累哦。他往这走，感觉快点！对对对，前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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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子在前面，前面在前面了，快到了。阿基，哇，爸爸不行了，爸爸不行了，哇，是阿基了。可是我有那个我办事的，有警察的。杰克杰克，我想玩看那个车子，我全部收集到了，让我玩一次啊，拜托。拜托让我玩一次看看。哇哇哇哇，让我玩一次看看嘛。哇，还没有瑞士刀，拜拜。你等下震动下来，差一点点哦，快走啊！我一次谢谢你。哎，可是开车还要发动车哎、欸，好了一阵平安，就剩你而已啊。走近了，开走了。我记得开车撞到他真的会停血。对，我这个车会坏掉。我去！我的天！我的天！等一下发动第二次的啦。反的吧，开车也太好笑了，一直堵车，一直撞到，我还故意去拦，还可以拦车，太好笑了，一次发动往前两公分，别停下来，我觉得他太好笑了，我已经笑到不能喘气了，哇，我三样东西都自己找来，就自己弄上去这样子，我累死我了，我拿一桶油。啊！啊，太白痴！哦，有了，有了，你们有人有开到车了。我就是觉得这次要有人开车，就是因为感觉就是有人会撞树。不是，他的杂讯，他杂讯，你都看不到路就捅下去。啊！这游戏不能持续更新，真的很可惜。啊！太好笑了。可惜，还可以把车子捶下来是什么意思？没有，是你开车撞到他，人会停下来，他就会把你弄下来这样。嗯哦，然后其实鬼可以把你拖，
拖出来一下，可以从那个窗户把你拖出来。哦哦，啊 ，Let's go，Let's go， 看要谁会让鬼啊？你不会在捷克了吧？我不知道，还在捷克啦。当鬼真好爽哦！小小地图小，好难哦。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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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欸，这个是你哎、欸！小菜鬼哎、欸！逃出去，然后就变 Jason 了。我刚刚是上一个那个 Jason， 然后让我出去的。小菜鬼要来喽！小菜鬼，小菜哦！我好卡哦，这么久。你们很辣啊！哎、欸，这种电瓶、电话保险箱、保险丝。因为我买泳装的那个包啊，还说买泳装，他一个泳装就是45块钱啊，他说啊就买啊，直接买啦、啊，不管会不会玩啊，啊看。去瞄进去。在这里耶，可以跳舞吗？可以啊。啊，音乐死了。色的黄色，你有吗？
有啊有啊有，我有我有我有。你没有啦，你只有香菜恶心。来吃香菜嘛。Yeah. 啊，这个没不讲话的应该是白痴吧？啊，你跑断呢？啊，你这样卡还好吗？吃一下香菜嘛。哎，香菜好吃哦！不行，吃香菜。听到了。想偷那钥匙。你们只差钥匙吗？比个赞，比个赞，是的话比个赞。啊，不是，转圈，好吧，那你该死了。哈哈哈哈哈！哦，你的头上插一根呢，哦，好帅。啊，你的手好刺。香菜吃下去，好吃吗？好吃啊，足够的。我刚，啊，他身上有保险丝哎，他有钥匙，他什么都有，他什么都有。哇，他们不知道能不能意识到。哇，他们都粉很好，我倒一下。哇，小雨这个太厉害了。我看到鬼的点了。我想说把物资集中啊。哦，雨约回去了。你的枪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武器，立地成佛，放下武器。哇哦，正中红心。我放下了，我放下了。不要跑，吃个香菜吧。那里有钥匙，有没有看到？啊，他什么陷阱呢？吃香菜喽！可以让我加油吗？活个血，活个血，活个血！加油吗？你会我加油吗？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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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去打他！打他！啊，妈妈想要陷阱的！啊，影月在干嘛？因为没有武器，有了有了，这打不动。不用啦，枪，帮我开车，快点，我来着，我来着。不要啊！天雷，我要打架，我要打架了。不用难过了，真好笑啊！能出得了嘞？我觉得他自己来的话有点危险。那看他几视角，他来不及了哎、欸！开太快了吧？开超热，他开好认真哦！第一台蓝色好像是开好稳哦！完了！来了，他追上来，他在下面，赶快开啊！小雨刚刚死了、啊，他刚刚为了要阻止那个人死掉，左转右转，我还怕哭，还怕哭，他护照去呢。哈哈哈哈哈！我拉不起了，我拉不起
Tommy 啊。哦，他变 Tommy 回来了。他变 Tommy 啊。Tommy 是我掉的。对啊。Tommy 把音乐扣回去了，他自己一个在那边。不住。怎么办？我有帮他把另外一辆车的汽油加进去。只是还有很多要弄的。可是你那台好像没有电瓶。对，没有，那台都是其他的。回来了，音乐。他的脸非常的惊恐。没有啊、欸，船在哪里啊？要不我帮你找、啊。好啊，我们找坐船出去好不好？我们一起坐私域。好、啊，带我去找那刚那两个跑掉的那两个人。No！ 有，我看看看你追过去啊。他在带他走哎、欸，闲聊很舒服。你要解锁什么东西啊？我看一下。你约在骗他、啊。先修个车啊！你看一下，你看一下。他骑在干嘛？他说他在修车。那我找找电瓶跟钥匙。你要找、哦，所以是那个船要电瓶钥匙啊。我现在是四人坐的车子。啊啊！船跑，有人跑掉了。船。我看没有船的选项啊！太刺激了吧！哦，这个没有船哦。哈哈，进来了。这里有吗？太干了。我正在找，看看有没有钥匙。你要找大叫啊！很可怕、啊。没有，不可怕啊！我长那么帅，对不对？自信的脸，尿死！哦，尿帅啊！关门了！哎呦，走开啊！我在帮你啊，我们是同步他机呢。压力好大哦！等下进不去了啦。嗨，小蔡老师。我看鱼卡住了、啊，对吧、啊？它就是呈现一个奇怪的姿势在那边，它是真的没有动还是它是断线的？然后它好像，我看它的人的嘴巴断了，断、欸、线了，它断线，应该断线吧？断线，断线，看不见，应该断线了。哎、欸、哎，它、欸、卡在一个超奇怪的姿势，哎、欸，应该活下来了。雨月活下来了，站太远了，掉根作弊，断线了，掉根作弊，断线斩，断线斩，我把物资带到车旁边啊！有，我有看到，我打汽油，没办法帮你打、啊我。我有帮你加油，加油！我在旁边帮你阻止他。有，谢谢大家。高歌离席，高歌离席，高歌离席。有听到？大雾死超多人呢、欸，超多。哎、欸，开场大雾有三个人，对啊，然后跑过来说他在被追，超多人。哇，哈气哟！我想说我进房间比较安全，就你就出现在我后面。没有，我刚刚是按那个瞬移过去啊，所以你刚好你在关门的瞬间，我刚好钻进去房间里面，嗯，真棒，哎、欸，刚好在里面，太危险了，这游戏好好玩哦。啊，下次再看能不能揪满，因为这次是几个、啊，八个嘛，缺二，下次看能不能到十个、哦，对，他最多可以哇，十个人的话就是会、哦、真的会有更容易就是可以做出就是可以逃出去的方法，这样同时，哦、对吧、啊？因为少两个人其实差蛮多的。嗯嗯，啊，好啦，就先这样啦。好，辛苦了，辛苦啦，辛苦了。好啦，今晚13号烤鸭被踢，确定。啦，你看就这边呢、啊，自定，然后这些啊，我都有用啊。啊，他可以用了！还有兔女郎，多少钱？看一下，等一下哦，是哪一个造型啊？可恶，可恶！
不值得，我记好，下次要买它。然后还有啊，加十八级，这超像没穿衣服，我那时候吓到说啊，没穿哦，哇，原来是这个。这些啊，要。这个没泳，这个我那时候设定啊，他没有泳装。我那时候想用手抽抽到他没有泳装，太屌了吧！刚好是他。好了，没了，就这些了。就这样啦，感谢各位今晚收看啦。更改。好，是这样啊，感谢各位，大家晚安喽，拜拜拜拜拜拜，晚安晚安，好好休息哦。关台。